哇，托米卡，转转停车场要按住哦，哈，不可以很大力的压。可以啊，车子可以超车。哇，我看到小乖的闪电麦昆停在二楼。那我看到一楼的车子超车。啊，你可以用在一楼哦，用在一楼，然后按前面那颗红色，它会发射出来哦，它会发射哦。这个吗？下面那一个，那个也是发射，对，好，你要等他过来，啊，你等他过来，他会转圈圈，好，准备，三，没有，要赶快转过来，啊，小乖，赶快发射，发射，啊，太慢了，太慢了，转转停车塔，哇。这个也一楼也可以发射哦。为什么？你看这个一楼的车，你给它放进去，对，好，准备哦，乖乖准备给它发射的吗？乖乖。发射，你要按红色的，对，按红色。它怎么不会跑？你要等它过来才发射。弟弟坐这个。好，过来，哇，发射了耶，哇。哦，你要等他来这里的时候，他就会发射。骑马车子不能用，真是太酷了吧！大人在用的，这是大人在用的，大型车在用的。哇，他三层都可以发射哎。小